你是什么人啊？我是你画出来的狐仙。妖怪！从今以后，我们就是你的狐仙男仆了。哼，他也配做我们的主人？你要干嘛？立刻把契约给我解除掉！他们三个都是狐妖，在害你啊！我说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。你怎么这么不信任别人？只要有我在，就不会无依无靠。你是狐仙，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类。我一直想对你说，我喜欢你。雨夜，为什么？你难道想假装不认识吗？这么多年来，你是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理由。若儿，你呢？你又是怎么对我的？今天我无论如何都要杀了他。你恨的人是我，要杀就杀我吧。你居然为了保全他，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，那我今天就成全你。如果我们还有来生，我希望我们来生还能相遇。我不要来生，不管是十年或是上千年，我都要和你在一起。